你的信实光大，我信我天父，在你永远没有转动，仍然。The word at the beginning,
one with God the Lord Most High. Your hidden glory in creation, now revealed in you, O Christ.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Thank you.
就说着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然后就想起你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参加慕迪广众恩堂的主日崇拜聚会。现在崇拜开始，请我们先低头默祷，预备我们的心灵。默祷完毕，请听宣召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125篇第一至到第二节。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远。请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帮助，你也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人生的倚靠。神啊，感谢你自己应许，因为你说信靠你的人是永不动摇。你以众山来到围绕你的百姓，你以你的力量你对扶持，你要带领我们。神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在动荡，在患难，在各样危机的当中，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全然的来到去倚靠你，因为你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平安，叫我们永不动摇。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去仰望来到倚靠你，我们更加来到向你来到下拜，我们愿意来到谦卑的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一同来到去寻求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求你来到去亲自来到带领，来到坚固我们。你应许你是要与那些谦卑的人来到去亲近，就愿意这个时间你临在我们的当中，你要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道，都是蒙你自己的悦纳。又愿你来到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恭敬你要将整个的聚会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求你来到亲自来到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在面前同心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以下让我们一同来到以诗歌来到敬拜。山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山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要山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山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青草溪水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牵，神为我摆设丰足的恩惠，在危难也不会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存在常无尽，神为我使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用于心里，在危难也不会变。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存在常无尽，神为我使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青草溪水边，
心里，再危难也不会变。想得到的总会得不到，人生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到，何必计较那得失终老。在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别人笑我为什么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来。耶稣捉紧我双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够，让我可清心见你面，使我必得见光。耶稣捉紧我双手，仰望那财宝在天上，爱无神的抱着平安，感谢你为我所编写的一切。明天怎么你还是不知道，如想得到的总会得不到，人生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到，何必计较那得失终老。在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别人笑我为什么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来。耶稣捉紧我双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够，让我可清心见你面，使我必得见光。耶稣捉紧我双手，仰望那财宝在天上，爱无神的抱着平安，感谢你为我所编写的一切。耶稣捉紧我双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够，让我可清心见你面，使我必得见光。耶稣捉紧我双手，仰望那财宝在天上，爱无神的抱着平安，感谢你为我所编写的一切。以下咧，我哋嚟到会为我哋嘅奉献嚟到献上祷告，愿意透过我哋嘅奉献嚟到我哋向神嚟到去敬拜，向神嚟到献上，请同心低头祷告。神啊，当我哋每一次能够嚟到你嘅殿里边聚集一同敬拜嘅时候，主啊，我哋为到你所赐俾我哋一切嘅恩典，各样嘅属灵嘅福气。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万物万有都是从你而来。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去深深的来到去体会，还有我们愿意来到回应你自己的爱和恩典。主要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奉献我们所有的，我们来到去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亲自热立和使用，让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摆上是几咁的蒙恩，是蒙神你自己赐福使用，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主让我们真是上存感谢赞美的心，甘心乐意来到献上，求你亲自来到悦纳保守。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我们再次低头，我们同心为世界和教会来到守望。神啊，我们现在真的在你面前，我们呼求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我们顽固现今的世界，主啊，疫情不断的来到肆虐，亦都世界各处要充满了动荡和不安。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到当中来到施怜悯。主啊，每天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的病情的数字，主啊，每周都是以百万的感染这样来到增加，又看到死亡的人数亦都不断的增多。主啊，当我们真的在灰心的当中，当我们在来到去迷惘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到亲自来到去监察。主啊，我们知道你爱世人，你来到去在里面，你必定的来到会有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就恭敬你要将到前面，真的这个疫情能够早日止息。主啊，愿你在当中来到施怜悯。主啊，在这个时间我们来到特别也都纪念到在白俄罗斯这个地方有这个的政治的这个的动荡。主啊，我们求你来到保守人民，来到真的让公义公平能够临在这个的地方。主啊，我们又纪念到在近期在美国加州亦都有这个的山火，就不断的蔓延。主啊，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大自然怎样呢，来到在一个灾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沉重。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惜人，你要爱惜你自己所创造的。主啊，我们就为到这一切我们来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亦都是为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的事工，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所支持的 Karen 姊妹，她在西亚洲她的服侍。主要我们来到去知道今天很多神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为神来到做见证。我们求主来到特别使用 Karen， 她在这个教学上面，无论她的圣经的教材，无论她的语言的教学同埋团队，我哋都系完全嘅嚟到交在主嘅手中，求主赐俾佢哋智慧同埋力量。神，我哋又为到教会嚟到祷告，主啊，我哋为到教会喺前面嘅事工，特别我哋见到中文学校，主啊，因为疫情嘅缘故系需要咧嚟到去暂停，我哋求主都保守，真系让喺呢啲嘅过程嘅当中，我哋咧系更加嘅嚟到学习点样嚟到去信靠你。尋求前面尋求你的帶領。主，我亦都為到教會正嚟到去進行執事提名的工作，我哋求主亦都喺當中親自引領，嚟到感動嚟到被提名嘅弟兄姊妹，佢哋願意喺當中嚟到咧去回應你自己嘅呼召同你嘅承嚟到去承擔你個教會嘅侍奉，使你嘅教會能夠咧得到建立。主，我们同样这个时间，我们也都纪念到当中我们有患病的肢体，我们都继续切切纪念到Mimi 姊妹。主啊，她在患病的当中，她身体的虚弱，主啊，求主不单止保守她的身体，也都坚固她的心灵，让她面对一切的时候能够真的有主给她所赐，给她的平安，带领她们的家人。主，我们又在上特别感谢你，因为看到神你自己施行奇妙的医治，为到国民慈牧师他的孙Muki 能够经过了第一轮的化疗之后，能够是消除了很多的体内的癌细胞。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要继续使用前面的治疗，真的让藉着这个小孩子他的生命，你在当中的奇妙工作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大能，也都显明我们祷告那种的果效。主，我们就求你你当中你要继续来到施恩带领。主，我们最后你也都纪念到我们当中有两位的姊妹，他们平安来到呢去来到生产你赐给他们各自各分别有一个的男婴，我们献上感谢。
为到 Rebecca 同埋 Kathy， 我哋咧献上感恩。我哋同样嘅嚟到为到Joanna 同Karen， 佢哋仍然喺待产嘅当中。求主特别喺呢个时间系与佢哋同在，去经历到主嘅保守同埋看顾，让我哋回望嘅时候，主啊知道你系点样嘅恩待佢哋。主，我哋就将呢啲嘅家庭，我哋恭敬嘅嚟到交在主你自己嘅手中。让我哋感恩，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嗰位将各万事嚟到咧去赐予俾我哋嘅。主，愿我哋真系常存呢一个嘅仰望倚靠你嘅心。我哋咁样喺你面前，我哋同将一切恭敬嘅交托仰望，愿你喺当中嚟到成就。我哋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以下读经，我哋今日读个经文系喺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以下会由本堂范新同传道来到讲道，他的讲题是永恒的抉择。现在我们恭请范传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到分享圣经的信息。今天揀了个题目叫做永恒的抉择。多谢主席刚才帮我读了这一节的经文。第一节的，所以就不妨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马可福音八章38节，圣经这里这样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应该会捉到一个重心，就是一个选择。今天跟大家讲这边道，就是想跟你讲一样东西，在今生你和我所有的选择之中，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具备决定我们永恒命运的能力，就摆在这节圣经的里面。大家都知道一切的抉择，一切的选择，它都是有后果的，一定有。而今天这一刻，就是我和你现在的这一刻的我们就是我们过去所有抉择，所有的选择加加埋埋的总和。我希望大家明白这句的说话。我们今天正在承受着所有我们过去这些抉择所带来的后果。有些事呢，你和我是可以选的。譬如什么呢？譬如朋友，是吧？我喜欢跟你做朋友，我不喜欢跟他做朋友，你可以选哪些人做 friend。譬如说娱乐，大家喜欢某一种方式的兴趣娱乐，你选那样我选这样，你有得选。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喜欢住 house， 我喜欢住 apartment， 我喜欢住 countryside， 即是住一些是有田园色彩的，或者我喜欢城市生活，那你可以选，你有得选。但有些你冇得揀嘅喎，冇得俾你選擇嘅。譬如咩咧？家庭係咪啊？我出世就喺嗰個屋企嗰度啦。你話我唔中意啊？咁冇得唔中意嘅，你出世就出世就喺嗰度啊，冇得揀。譬如你係男或者係女，呢個性別你又冇得揀嘅。你出世就係男，出世就係女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啲人咧就叫做跨性別係咪啊？嗰種係一種罪惡，弟兄姊妹冇得揀。你是男就男，你女就女，这个是上帝创造的 order， 那一些其实是一种罪恶，没有第三种性别，这个你没得选的。或者说种族我出生我是中国人，我们大家中国人有些是非洲人，有些是欧洲人，你出生什么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没得你选的。
啊，冇得揀啊！就算你話，誒，我而家係加拿大人喎，我國籍唔同咗啊，你都係華裔加拿大人，你都係黃皮膚嘅，係咪啊？種族你冇得揀。好啊，有啲選擇咧，你可以重複嘅。原來你揀完又可以揀喎，你可以重複嘅有啲選擇，譬如咩咧？我著咩衫啊？你中意嗰件衫，你著一次、著兩次，或者下次再著多次都得。你唔中意著第二件係嘛？食嘢好明顯啦，咁啊，喜歡食乜嘢，唔喜歡食乜嘢，我食完，我下餐可以再食，或者我再去嗰間鋪頭食，咪有得揀咯。重複嘅嚇，衣食住行都係你可以重複揀，係咪啊嚇？但係有啲你只可以揀一次嘅啫喎。啊，舉個少少嘅例子，我自己嚇，以前喺香港嘅時候啊，我就好希望繼續讀書讀上去，但係咧考呢度考唔到，考嗰度考嗰度又考唔到，冇得俾我揀啊，冇啊。咁但係後來咧有一年咧，我就去投考唔同嘅大專院校咧。兩度都收我喎，啊咁就頭痛啦！有得俾你揀啦，但你只可以揀一次。當陣時咧係香港嘅理工學院就收我，啊今日做咗理工大學啦嚇。另外咧就師範學院又收我，咁啊同埋嗰年喎，我唔能夠兩度都入去噶嘛。咁一係讀理工啊，一係讀師範啊，咁你只可以揀一次嘅啫噃。結果後來我揀咗理工啊，即係咁樣，你冇得重複啦，係咪啊？又有些選擇就是這樣的，你如果揀錯了沒什麼大不了的，沒什麼大不了的。舉例譬如我喜歡買一件東西回來，它的牌子或者某產品是那隻才好的，誰知買了一隻沒那麼好的，沒什麼大不了啦，是不是？不會影響到你生死的問題的。貨物、貨品或者太太叫你啊，你跟我買些什麼回來，啊買錯咗麻煩啦，金黨。但係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情，係咪啊？某種牌子嘅食物，可能呢種好食啲，嗰種煮起上嚟好煮啲。哇！呢種咧煮佢猛佢出水嘅，下次我唔買啦咁樣，係咪啊？今次買咗唔夠好啊，買錯咗真係啊，冇乜大不了。有啲選擇就唔係咁啦，你揀錯咗咧，後悔一生。譬如。伴侣，你同佢过一生一世，点知哎呀咁嘅咁，哎呀真系好麻烦啦，系咪啊？但系所有呢啲点样都好，都及唔上一个嘅例子。亲爱嘅各位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你如果拣错咗，你就后悔，直至到永恒。我今日同大家讲就系呢一个，你人生之中嘅抉择系得一个嘅啫。它影響你去到永遠，這個抉擇具備一個影響我們直到永恆直到永遠的能力。今天來跟大家談一談這一節經文帶給我們的訊息，開頭這一句，犯罪者淫亂罪惡的世代，我或者都讀一次過英文，他就說 This adulterous and sinful generation， 这个罪恶淫乱的世代。我们读圣经呢就有时那些字眼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你可能读完这一句之后你会问，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是指哪个世代啊？哪个世代啊？是以前呢？抑或是现在啊？这个世代是指紧哪一个的社会啊？以前的世代又是，今天的世代都是，为什么？因为都是罪恶淫乱。你几时见过我们这个世界是好过的？你几时见过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是曾经圣洁过的？亲爱的各位，是没有的。今天的世代可能我们不需要多说了，是不是？你看到眼见的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有多少个坏事，有多少个坏人，他们坏事做尽，有多少个好人但是都是做坏事的，有没有？很多。所以今个世代其实都是罪恶淫乱的世代，但是今个世代我就不说了。那你说以前是不是？我可以举以前世代的例子给你看。在以前我就最好舉返聖經的例子了，我跟大家看看出埃及記好嗎？出埃及記第32章，
讲到上帝带领上帝的子民、神的子民出埃及之后的事。这个是上帝子民，是讲那个群体。如果用我们今天讲，就是究竟是这个世界啊，因为是教会啊，好可惜，原来你看到这些罪恶，看到这些淫乱，不单止是世界，原来教会里面都会有的，在上帝的子民的群体里面，它一样会发生。亲爱的各位，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是这班上帝的子民蒙了上帝的拯救之后，出埃及在旷野那里，上帝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行走这条旷野的道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样样的供应都有齐。然后呢，摩西上山了，神召了他上山，神就想着将那个律法来到托付给摩西，叫他蒸两块法板带落去山下给他这班的百姓。点知都未曾落山，他们在下面已经败坏。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金牛犊的事件了。详细经文不读，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第三十二章。我是挑几节 highlight 出来跟大家讲一讲。我读下三十二章的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哇，亲爱的各位，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败坏从哪里开始？败坏原来从人那个心里面的属灵的状况开始。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他们不是没有被神拯救的经验，他们也都不是不知道上帝是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竟然说叫亚伦你做一个金牛犊出来做一个神像给我们。因为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不知道他做什么，都不知道他生还是死，都不知道他做，不知道他怎样，不知道那不知道是怎样。故事的发展就是真的做了一个金牛犊出来，然后他们就拜那个金牛犊，就说那个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很明显就是跟他们的经验和事实是颠倒的，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就真的是上帝嘛。然后后来他们对那个金牛犊说，就说你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有没有搞错啊？心灵里面的败坏就是连神都不要，那里就开始了。亲爱的各位，我们人是会找神的，人是一定是需要神的，但是你看看他们败坏得这么快脆，你就知道人性是多可怕。他们不是没有，神也不是没有向他们显现，但是他们找第二个神，这个被称为属灵的淫乱，就是他们不要真的神，要个假的神。在这个 case 里面，第三十二章所讲的就是那个金牛犊，就是金牛犊。OK， 然后我们看看第六节好不好？第六节，圣经怎么讲呢？三十二章六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前我看的时候都不太明白，他们做什么？献燔祭，平安祭。咁献燔祭同平安祭系唔系等于敬拜神呢？表面上面献祭原来冇用嘅，弟兄姊妹。喺当阵时，佢哋嘅神系咩神啊？系嗰只牛啦，已经吓。燔祭、平安祭不过系表面嘅形式啫，心个里边系最清楚嘅。佢哋拜紧假神，属灵嘅淫乱。但系你知唔知道呢？属灵的淫乱由里到外就会引申他们的动作行为，做出来就会怎样？身体都会淫乱的。这节经文说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你说玩一下，玩到够了，玩而已，那即是怎样？那原来这里呢讲得好客气。在英文的圣经其中一个译本的翻译的里面，他们的所谓玩一下
咁個英文係點講㗎？嚇，英皇欽定本咧就真係譯咩咧？即係玩 play， 即係玩耍咁啊玩啊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嘅英文聖經譯本咧，啊，我讀呢幾隻字俾大家聽嚇。Gave themselves to pleasure， gave themselves to pleasure， 啊，其實都係客氣咗啲噶啦，其實真係淫亂。Pleasure， 追求一啲快樂，追求一啲感官嘅快樂，嚇，啊，咁呢個就係，嗱，屬靈嘅淫亂引申出嚟，你所做嘅嘢咧都係淫亂噶。这个是第六节所讲的。我现在再带大家看看，同一章的二十五节。这里已经是讲到摩西落了山，见到他们在这里犯罪了，很嬲了。然后就哇嬲到就抌烂那两块石板法板。二十五节讲什么？摩西见百姓放肆，跟着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这个是圣经解释的原因。放肆啊！弟兄姊妹，你睇到吗？属灵出问题，你嘅生活就出问题吓，跟住你就放肆啊！就好似呢班啊，啱啱出咗埃及冇耐啊，啊，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咧，由里边啊一路出到去外边啊，呢一个就系喺圣经里边系以前嘅世代嘅例子啦吓，够耐未啊？摩西嘅时代吓。原来他们都罪恶淫乱，而且不是世界，他们是神的子民。如果讲回今天就是教会了，那你说教会里面都这样，我不跟大家讲例子。这个就是圣经为什么经常提醒我们，上帝要洁净他的子民就是从神的家开始。为什么？为什么？对付教会里面的罪恶。好了，我们看了这个例子，那你说，诶，那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说要选嘛。好，跟大家看第二十六节，就，啊，摩西了，啊，摩西，啊，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亲爱各位，神的仆人发出一个呼召，凡是属神的属耶和华的站在我这边，你怎么选？选择，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选择了。而你的选择是有后果的。那哪些人听话，啊，圣经讲利未的子孙他就去了摩西那边了，是不是站了过去。那人不是很多的，圣经讲，利未的子孙，啊，就没有提到其他人了，所以呢其他那些人就在另外一边，是不是利未的子孙就在这边，那另外那一边呢，啊，相信的人呢是很多的。好了，那个问题就是这样了，人多做的选择虽然可能为你带来一时之间的安全感，因为人多啊，哇，我们广东话有句说话，最多揽住一齐死，系嘛？但系嗰，那个问题你拣得啱唔啱啊？我再讲，人多做个选择，可能为你带嚟一时之间嘅安全感，有倚傍啊嘛，系咪？但系佢为你带嚟毁灭，如果你拣错嘅话，我哋睇下跟住圣经点讲好唔好啊？喺呢度。二十六节头先同大家读过啦，英文嘅版本就系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边个企喺上帝嗰边？你要唔要企喺上帝嗰边啊？呢个系一个选择，系一个呼召。三十二章廿七节，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并同伴，并论赦。二十八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各位，这个叫做后果。这个是选择之后伴随的后果。请问你看不看到呢？
个后果系乜嘢啊？毁灭啊！毁灭。所以你嘅选择带嚟一个个后果，而嗰个后果咧系翻唔到转头嘅，系神嘅作为。我同大家睇下，马太福音嘅七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呢度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亲爱各位，多可能会为你带来安全感，多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冇问题。但是如果你的选择是错的时候，它为你带来的是什么？只有毁灭，最终的毁灭。好了，讲讲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我们成日都有很多的 choice 选择。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样？又有一个旧约的例子，在昔日的但以理，但以理书里面记载这个少年人，他被掳，但是当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和那些巴比伦掳了他的人，exactly 是讲那个管饭食的那一位来到他讲，他不想玷污自己，连皇帝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赐给他们要他们吃的东西，他说我不吃啊，我要吃素菜喝白水，那就即是怎样啊？违背王命，其实即是违背巴比伦王的命。哇，你不怕杀头啊？这个是选择，但是因为他坚持的缘故，他蒙恩，那个委办就说好啦，试一下啦。那结果试了十日之后，哇，肥肥白白，还好看过那些吃黄饭喝黄酒的其他的人啊。结果他真的能够是保持住他所持守的不玷污自己，神施恩给他。这个是昔日的但以理。我们今日不用远了，讲回香港好不好？讲回香港，今日香港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再多讲，大家应该都很知道很清楚。香港的教会今天其实已经是被渗透，开始要遭逼迫。如果你作为香港的教会弟兄姊妹或者牧者，你怎么选？当你需要作出选择或者表明的时候，你站哪边？中国的教会历来都已经是被打压，今天轮到香港了。我和你是跟香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人，今天我们怎么看这回事？我们怎样看香港的教会和弟兄姊妹？怎样为他们祈祷？他们今天所开始遭遇的困难和选择，会不会有朝一日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比我和你遭受同样的压力？你怎么选 choices 选择？你怎样可以为神祈得稳呢？好，我哋落去下一句好唔好啊？下一句就话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喺呢个罪恶淫乱嘅世代，将我同我嗰道当作可耻的嗰个我就系耶稣。我的道系乜嘢？就系神嘅道，就系上帝嘅福音，福音嘅道。即系话而家系有主耶稣，有主耶稣嘅福音喺呢一个嘅世界嘅上边，俾人。是有选择的，给人去听福音，给人去选择福音和归向主耶稣。这件事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是还有的。但是有很多的人，他将耶稣和将耶稣的福音当作是什么可耻。你说那即是为什么呢？当作可耻，可耻这两个字呢，我哋好明白佢嘅意思系咪啊？即系好羞耻啦，好丑啦，唔愿意同你有一啲嘅关联啊，或者关系啊，耻与为伍啊，咁样嘛，系嘛？好啦，将佢嘅道
同埋佢都当作可耻，乜梗系有个原因噶？点解啊？耶稣个道，耶稣个福音咁好，主耶稣吓，我哋所尊敬嘅一位咁伟大嘅救主，我哋嘅上帝，佢竟然有人当佢可耻，竟然有人咧唔要，点解咧吓？你话，梗系有个动机啊，系咪啊？梗系有个原因噶。当然啦，可能有啲人咧，佢就唔清唔楚噶啦。我哋唔讲嗰啲先，我哋唔讲啲先。但系如果有啲人佢话我唔爱嘅话，听完福音话我唔爱，啊，听到耶稣咧我唔爱吓，点解啊？有个动机，我同大家睇一睇翻呢一章，就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八章，翻转头少少，我哋睇睇三十五节，同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喺呢度嘅三十五节呢度讲，佢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啲的吓，必丧掉生命吓吓。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哋睇上一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OK， 原来人佢拒绝耶稣。原来人他要拒绝这个美好的福音有一个原因，他要救自己的生命啊！喂，即是为什么呢？哦 ，OK， 好了，这个是一个动机来的。原来你看这个圣经呢，这个当阵时初代教会时候是不是写马可福音，在当阵时第一世纪的教会，你要想回二千年前第一世纪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怎样想法。如果当时有犹太人听到这个福音，他会怎样想法？第一世纪的人他听到这件事，他会怎样想法？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耶稣说他们要救自己的性命，这个是什么？原来就是出于对个人生命的忧虑。为什么？因为有逼迫啊，看到吗？有逼迫。再讲清楚一点，原来当阵时就讲翻啲犹太人啦。如果犹太人佢信耶稣，分分钟有生命危险噶噃，因为佢哋被认为系叛教，吓背弃祖宗，叛教信咗第二个神，吓即系佢会赶你走，唔俾你做生意，打你。甚至殺你，同你斷絕關係，同你係，總之你就同你斷絕關係，即係你唔再係我哋嘅人啦。我當你已經死咗啦，甚至真係可能有生命嘅威脅，你知道嗎？所以嗰啲人就點啊？佢唔係唔知道耶穌講乜，佢唔係唔知道福音啊好咁，唔係喎，但係。因为要救自己性命啊 ，exactly 咪就系三十五节咯。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啊，就丧掉生命。点样丧掉法啊？你最终你嘅灵魂就要灭亡。如果你拒绝耶稣嘅话，咁咪丧掉生命咯。但系佢要救自己嘅命咧，系出于对生命的忧虑，因为有逼迫嘅存在，同埋点啊？佢不愿被呢个世界嚟到耻笑佢啊！哇，你呢、这个就好明显系嘛？亲爱各位，你。听了很多古仔，就是说耻笑基督徒，耻笑基督教信仰，指责基督教信仰，闹基督徒，打压基督徒，是不是？逢亲你是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东西，那些人就攻击你，闹你，耻笑你，那你为了面子尊严，你就怎样？唉，不要搞我了，不爱了，不爱了，不爱了，你要跟那些全世界的人企埋一堆啦，吓唔爱耶稣，唔爱福音啦。啊，虽然明知佢可信，就算佢通得过你嘅理性，你觉得应该系接受嘅，你都唔爱。点解啊？我爱面子，我爱尊严。啊，仲有点咧？我要得到世界嘅认同啊嘛。你信耶稣同唔信耶稣系一个好大嘅分别，亲爱各位。你如果跟世界认同，世界那些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是不是啊？跟你信耶稣的真的很大分别的噃。那你跟世界认同，你就拒绝耶稣啦，因为两种的观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那我不爱咯，
不信耶稣咯，你咪同世界嗰啲人一齐咯，系咪啊？你就得到世界嘅认同啦。所以咧，我咪拒绝耶稣咯，拒绝福音咯。吓、啊，我觉得我要不受逼迫，我要咧救我自己条命，要有安全，我有面子，有尊严，我得到世界嘅认同系紧要过耶稣同佢嘅福音。我哋睇一睇希伯来书吓、啊，我读几节经文俾大家听，好快脆读一读。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开始，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各样苦难，一面被毁旁遭患难成了弃境，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看出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知道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呢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来的就来，并不迟疑，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呢，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了。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亲爱各位，好清楚了，圣经的信息好清楚，是不是？你不要退后，你要信耶稣，你不要退后。我们最终所希望的是灵魂得救，是不是？如果以主和他的道为可耻，这个就是选择的本身。你以主的道，以主和主的道为可耻的，这个咪就是一个选择咯。你既然是选择，你不可以推卸责任，你没得推诿的，因为是你的选择，没人代你选，你自己选。以主和他的道为可耻，就是选择的本身。嗱，这个就是在当阵时那个世代这样啊。他们如果承认主名，承认主道，接受主道，他们可能遭遇很惨的遭遇。那今天我们又怎样啊？今天我们怎样选 ？OK， 在这里讲一个史大林的故事。因为原来有些人他是这样的，真的，我听完都觉得很出奇啊。即有些人他仇视基督教，仇视上帝，攻击厌弃基督教，痛恨基督教，到他死的时候他都会这样的。这个故事是这个 Stalin 史大林他的女儿说出来的，就是当史大林死瞓在他的死就来死了的那张床，他的 deathbed 瞓在那张床的上面，他剩下已经是最后的那一啖两啖气，他竟然突然之间在瞓喺度，一趌趌起身，握紧佢嘅拳头，拳头对准空气，表明话我拒绝上帝，我唔要，最后一口气啦，握紧拳头都要咁样，唔系，然之后死咗。喂，有啲人可以咁样嘅，嗱，呢个系佢嘅选择，呢个系佢嘅选择。亲爱各位，今日我同你。又怎样选呢？第三句的经文，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这一句呢，这句就跟时候有关系了，讲到时候了，好吗？讲到时候呢，我又想跟大家看看马太福音，有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跟时候有关的。在这里呢，跟圣天使降临的时候呢，那个是最后最后了。因为咩？主耶稣佢再翻嚟啦嘛，主耶稣佢第二次再嚟呢个地上，一个王者、君王、战士、得胜者吓嘅姿态再翻嚟，嗰个系最后嗰个 moment 啦，嗰个系嗰个时候。但系喺嗰个时候之前咧吓，原来有啲嘢都系同时候有关噶。嗱，我点一点啊，俾大家有个印象好唔好啊？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3节至到9节，我不读完了，时间关系。那里就是这样的，那些门徒呢
就去到耶穌嗰度咯噃。耶穌坐喺個橄欖山上邊，望住聖殿嗰度，望住個聖殿。啲門徒嚟就問主耶穌啦，佢話：你話俾我哋聽啊，乜嘢時候有呢啲事情發生啊？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啲咩預兆咧？嗱，呢同時候有關係嘅，什麼時候有這些時候？佢講問時候。你降临啊，即系佢再翻嚟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啊，末了系点解啊？末了咧系一个时间嘅用语啊，有什么预兆咧？咁样系咪？门徒系问紧关于时候嘅嘢吓，什么时候末了吓咁。咁咧耶稣答佢咧就话啦，佢话将来咧有好些人望我嘅名来说我是基督啊，将来嗱，将来系乜嘢？是一个时候的用语，是不是这个在24章5节。然后第六节呢，耶稣又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末期又是一个时候来的。好啊，跟住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跟住24章8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起头是什么？是时候的用语。第九節，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啊！跟住大家自己睇啦。那時啊，嗱呢一扎東西啊，弟兄姊妹，係耶穌佢實實在在 physically 翻到嚟嘅嗰一次嘅第二次再臨之前，好多同時候有關嘅用語，我稍微重複一下，大家自己睇馬太福音24章啊。譬如話係時候啦。末了啦，将来啦，末期啦，起头啦，那时啦，等等，一连串同时候有关嘅用词，一路一路讲紧，即系话主耶稣翻嚟啦，翻嚟啦，就翻嚟啦，到最后，哈，真系翻嚟啦，咁翻咗嚟啦，咁样啊，明白吗 ？OK， 然之后我想同大家睇一睇26章有几节嘅经文，嗰阵时耶稣咧。就是被审了，马太福音26章62至64节讲大祭司去审问耶稣了。我只是读64节好不好？耶稣对他说，即是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即是说我就是神的意思了。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衡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即是几时啊？后来你们要看见啊，即是眼都看到了，耶稣回来，看到耶稣回来了，那时候就是他再回来的时候，后来就是指那时候，后来你们要看见，这个就是时候，启示录19章11至16节，我只是挑两道和大家读。启示录的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咁啊好明显啦，系我哋嘅主啦，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19章14节，在天上嘅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即系跟随主耶稣一齐翻嚟。嗰时系真系佢再翻嚟啦，嗰、那个。就是那个的时候了。好了，我们回来看看马福音8章38节，这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读过的经文那个的时候咯。几时啊？就是那时候，就是那阵时了。 OK， 好，我哋系唔系觉得啊好遥远呢？我信咗耶稣好耐啊，后来听到哇乜圣经话耶稣会再翻嚟噶，我嗰时拗晒头啊，弟兄姊妹，咁信耶稣，咁耶稣喺个天堂嗰度啊，佢仲要翻嚟嘅咩？咁佢翻嚟做咩啊？唔系我等住上去咩？佢又翻嚟做咩？咁系我唔识呢啲嘢噶啊！而家知啦，咁耐啦，咁耐啦。我同你，我唔知道你信咗几耐，但我信咗几十年，系咪有一种感觉？
耶穌回來是否很遙遠啊？後來聽到聽聽下有人說，哦，耶穌第一次來是2000年前，我們等了2000年了，今天還未回來，啊，2000年了，這麼久的，啊，所以呢就有一種好像耶穌再回來這個時代是很遙遠的，有一種這樣的印象或者感覺在這裡。但是後來我得到一 個警告，大家看彼得後書第三章第九節，我讀給大家聽，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擔言，其實不是擔言，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哎呀，親愛各位，原來這個才是答案。二千年好長，哎呀，但是原來他不是擔言，乃願人人都悔改。在這裡我又醒起，原來聖經裡面還有一句說話，我後來聽到才知道，他說主看千年就如一日，一日就如千年，如果一千年真的按照字面解等於一日的話，你兩千年，原來耶穌回了天堂是兩日而已，遲些他就回來了，你想一想你兩天之前做過什麼，好像一陣間一樣。神體時間跟我們看不同，原來不是擔言，那個距離不是遙遠，我們要拿開這件事，他會誤導我們的。所以聖經跟我們說你隨時要準備嘛，是這樣的嘛，啊，好，最後那一節的經文說什麼，八章三八節，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這個是結局，真是淒涼了。到了那一日，主要将这些拒绝他、拒绝福音的人当作可耻。为什么？因为当你有福音、当你有耶稣的时候，你不爱，你拒绝他，你以耶稣为可耻，以耶稣的福音为可耻，你不爱。所以今日到审判的时候，最后神都说我要将这个人当作可耻的。如果你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你要拒绝耶稣、拒绝他的道，到那天你都要遭受被拒绝的结局。今天，啊，什么结局啊？那个结局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节，圣经的形容就是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不知道那人看到这节圣经，他会怎样去理解这节的圣经。这个不是比喻，这个不是求其，我读多一节，都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十三章的五十节和二十二章的十三节同样讲了一句的说话，就是必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是一种后悔、咬牙切齿的悔恨，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的一种表现。你是不是要等到那阵时呢？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另外，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 OK， 在哪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好了，再是讲到将来那种的被弃绝、没机会、没希望、那种黑暗、那种的受苦、那种的悔恨，就是你在个地狱里面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没有 relief， 永远没有机会。这个就是那个结局，这个就是那个结局。好了，讲了这么多，时间关系，我要快一点了。今天我应该做什么？今天我应该做什么？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亲爱的各位，想一下自己的心，那个信心，省察一下自己，试验自己是不是真信耶稣的。我记起我们教会请过冯俊牧师来讲道，他就在这个讲台那里跟我们讲过见证。他就说他出去传福音，行山见到朋友，就问他一句说话，不识的那个人不识的，你要不要耶稣？跟住嗰個人答佢：啊，耶穌我都知啊，我聽過啲乜乜。佢話：我唔係問你知唔知，我唔係問你聽過乜，我問你而家，我問你要唔要耶穌？嗰個人信耶穌喎。係啊，呢個就係嗰個嘅迫切。一件事情，你要唔要耶穌？呢個就係嗰個抉擇。而呢個就係我所講到今生所有抉擇之中，只有一個就係呢個啦，係具備決定我哋永恆命運嘅能力嘅，就係呢一個。
你要抑或唔要？可以选择耶稣做我哋嘅救主，系上帝俾我哋莫大嘅恩典，吓、莫大嘅恩典。呢、这个世界从来只系得两种人，一种会上天堂，一种会落地狱。在教会都是这样。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亲爱各位，耶稣的话我要再说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要他还是不要他呢？你选不选耶稣呢？出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说话，你如果想在耶稣以外寻求上帝的话，你只能够找到魔鬼，你只能够找到魔鬼。亲爱各位，你揀定未？你揀啱未？你揀了未呢？愿上帝引导大家的心，做正确的选择。神祝福各位。谁知心痛苦，谁解心里忧，谁可于这刻伴我身边数，只有你永恒的主，每一刻等待静听心声，谁牺牲富足，谁舍尊降卑，谁于漆黑中让每点光照遍，只有你永恒的主，带出光辉令我温暖。人海中常失落，每天感到压迫苦困，还愿你每天也纪念，求因主启迪，使我能知道你是永恒，你是盼望，常在我心，容许我靠近你，永远没挂虑，容许我爱慕你，因你是我力量，明天中有幻变，求你引导，愿此生全为你走过。谁知心痛苦，谁解心里忧，谁可于这刻伴我身边，只有你永恒的主，每一刻等待静听心声，谁牺牲富足，谁舍尊降卑，谁于漆黑中让每点光照遍，只有你永恒主，带出光辉令我温暖。人海中常失落，每天感到压迫苦困，还愿你每天也纪念，求因主启迪，使我能知道你是永恒，是盼望常在我心，容许我靠近你，永远没挂虑，容许我爱慕你，因你是我力量，明天中有幻变，求你引导，愿此生全为你走。
好，感谢今日发传到的信息。以下家事报告。第一项是堂庆消息，关于这个堂庆大合照的收集截止日期呢，是8月31日，请大家弟兄姊妹尽快来到将你的家庭照上载在教会的网站。另外呢，我们下一个主日是圣餐主日，所以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你在聚会之前来到去预备好这个圣餐的葡萄汁同埋呢一个嘅面包或者饼干，以致呢我哋当中呢嚟到呢好好准备嚟到进行嚟到一同呢嚟到纪念主。另外教会嘅祈祷会，我哋好鼓励弟兄姊妹特别呢个时间，我哋仍然需要好恒切嘅嚟到呢为世界同埋教会嚟到守望。好鼓励弟兄姊妹当中嚟到参加我哋呢每逢星期二晚上嘅祈祷会。咁嚟緊呢一個星期二晚上，我哋會特別亦都紀念我哋當中嘅青年嘅呢個約書亞團嚟到咧嚟到為佢哋禱告嘅，請歡迎弟兄姊妹當中咧一同嚟到參與。咁另外有兩個喜訊，首先係一個分訊，咁咧係我哋關於我哋本堂嘅姊妹張海欣姊妹N。咁咧會同陳崇佳弟兄 Samuel 咧，我哋會喺9月12日去共偕年禮。我哋求主咧賜福我哋新人，同埋帶領咧佢哋前邊婚後嘅生活。另外咧，我哋好感恩，我哋本堂有兩對夫婦咧，佢哋分別咧神咧都賜俾佢哋有新生命。咁咧首先係羅樂陽弟兄，同埋咧係唐敬望姊妹咧，喺8月18日咧起獲一個嘅男嬰，咁咧名字叫做羅允恆。咁另外咧，我哋本堂嘅鄭家滔弟兄同阿 Benny， 同埋咧黃思允姊妹咧，阿 Kathy 咧喺8月20日起獲一個男嬰，佢嘅名字咧係鄭協明。咁我哋咧好恭喜佢哋，願神咧真係賜俾佢哋喜樂，同埋咧帶領咧新生嘅嬰兒咧佢未來嘅成長。咁另外係一個嘅會外消息，我哋門羅弟兄會嘅國語眾恩堂咧，依家咧正在與一個機構嚟合辦咧回收清潔膠袋，為露宿者製作一啲嘅毛毡，係歡迎咧弟兄姊妹將潔淨嘅膠袋咧去送往咧國語眾恩堂，地址咧都喺大家嘅程序表嘅上邊啦，請大家咧去留意，亦都可以去網站了解嘅。好，今日我哋嘅報告到呢一度啦，請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唱三一頌。讚美讚讚萬福之君，地上生靈當讚主恩，天上萬君眾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请大家低头，你要同心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现在崇拜结束，请大家默祷，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